点伤心。下一位朋友是风伟。直播给他看一下，没有、啊。好，下一位，下一位。陈怡德，陈怡德。老板记错了，你是陈怡德。是不是？陈怡德，说到你，老板就是这出。几号？几号？打开看，打开看。几号？几号？抽到真出来哦。五号啊，五号。五号。名字很前面哦，对啊，号码前面感觉应该是大奖哦。是啊，可是你抽到一个新红包，红包里面又有两包红包。弟弟有多少钱？是蓝色的。捐出来。捐出来。哇！千块是小奖还是大奖？我不知道。对我来讲是大奖。哦，是小奖，小奖就有两千块了。来，谢谢妈妈。来，爸爸抽一个，再抽一张，再抽一张。明年还要用好不好？大家回收回收一下。林子霞，白色的，阿霞，林子霞，林子霞，掌声，欢迎我们林子霞。阿霞，豆哥，拜托把大奖留给我们。今年努力用的力量，现在手气，掌声，新婚了，来。蜜月就靠这次了啊！蜜月完了，其实那算三号，来，哎呦，哇，这个表情哦！捐出来！哦，我像宝宝的电影票。哎呀，千两千两千，掌声！来，多下一位朋友上来，再来。对，抽到大奖的那个，每抽都要喝两杯。是，抽到大奖要喝两杯，是不是？哎，那个酒先拿上来，我。不要这样，我不想喝酒，怎么办？你来，姐姐帮。哎，哪位朋友？过去来帮你。啊。几号？我没有作弊哦，请求没有帮我抽。十二号。姐姐不要背对我们嘛，我们要看到红包，不要多藏钱哦。我动他，哎呀，转过来。姐姐你手上不给他多钱，交给哥哥。最后一道朋友，来上，对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先喝两杯。很有气势哦，就对了。
请问不要拿红包，气势就弱了。我记得啦，八号，个个是大奖。我是没有，他自己开心就好了，至少八是吉利的数字。对，好比八的感觉。要换吗？可以吗？不可以，好啦，现在点。哎呦，我感觉气势要延续下去。对，气势只是几百块，现在很开心的。要帅气，要帅。三千，还少赚一千。